这个首先呢，中美贸易战争啊，刚开始的时候，开始谈判的时候，中国由副总理刘鹤先生啊去做一个首席代表。当时呢，著名刘鹤是习近平主席的全权代表，对不对？对。那个很清楚的，就是说刘鹤说的每一句话，啊，答应或者是否定的每一个论点，必然是代表了国家主席。党内总书记习近平先生本人的意思，对。所以呢，这个刘鹤副总理不存在，啊，到了华盛顿或者在北京一个人凭他自己在哈佛大学啊留学一年的那种种种的经验啊，或者是你副总理的资格跟那个川普啊什么母老青这种人讨价还价，对，刘鹤副总理。就等于是尼克松访问中国期间，1972年的时候，跟尼克松或基辛格谈判的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每一句话达成上海联合公布，向上海联合公报，这个稿子每一句每一点的标点都经过毛泽东全盘了解和批准，啊，所以呢。这个周恩来后来得到了国际西方外交界很崇高的这个赞誉，有一种说法是老毛后来啊也有点眼红了，觉得这个是老人家老头子我的决策，怎么会周恩来成了外交明星呢？好，这是另一话。现在也是一样，刘鹤一直跟美国人谈的。都代表了习近平主席本人的意思，一直到后来成就了95%的协议，就都是习近平总书记或主席本人答应的。但是拿回去以后，为什么又全盘否决呢？这个要说习近平本人忽然做出个180度的转变，这个是不太可能。我认为，在这个程序上，这个东西必然去交到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员去讨论。好了，那么我们就看，如果交到政治局委员呢，那里多少人？25人，对不对？人多口杂，而且有很多也不了解具体情况。这些什么省委书记啊，这个多。这个桌子上多双筷子，多张椅子，那么轮不着他说话，所以交回去肯定就是7个政治局常委他们来开会决定，对。啊，我不能说肯定啦，也不是说科学一点说，多半是，好了，对。那你拿回去为什么？到了7个常委去谈这个决议以后，这结果就是打回票呢？那我们从逻辑常理去推论。政治局7个常委里头，一定有人反对了，是不是？好了，这7个常委里头最高级的核心，我们说核心呢，别忘了啊，不只是党总书记啊，核心只有一个人，那只有习近平总书记一个人。那么，如果他有毛泽东这样的权威，即使走过场交给常委来通过。像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的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康生啊，周恩来全是他的人，哪个敢反对呢？哪个敢投票呢？所以呢，为什么这个7个常委啊，这个一讨论过以后啊，那个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那肯定，啊，党内也有党内民主嘛，对不对？交给7个常委，大家投票啦，啊，对不对？那7个常委，七这个字是单数，所以呢，既然刘鹤是代表习总书记，啊，那么习总书记就7票之一，那他当然居中了。那这边三个，那边三个，对不对？哈哈，哎，好了，您这个，我猜一句啊，我这个你逻讲，辑推理，这边三，那边三。好了，我们中间落幕，不要那么假设的那么极端。就是说，后来消息传出来，是刚刚好3对3，打个平手，走呗。您讲的三太对对三了，打个平手，
您讲的太对了，我刚才想跟你插播一个背景，就是这个道理。您讲完了，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消息，三对三是民进的这个最开始披露的，三票赞成，三票反对。你看，习近平对，选在了反对，本来他是这赞就成很的。这个呢，我就有点不是太明白啊。嗯。这个，所以联系到我们上次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讲话里头提出了56次斗争，这个斗争是谁呢？您现在跟我讲起这个谈好的事去被人否决，是不是就针对这些曾经否决的这个协议里头的杂音，针对这些人的斗争呢？啊，会不会是这样呢？因为这个是个黑箱，我们外面看不懂。但是无论怎么样，既然谈好的事回来，把川普气得啊拍桌子，肯定有些不寻常的啊这个一些变故，啊，就是说这个一锤定音，可能啊这个锤子敲下去，啊，可能这个硬度可能有点问题，或者定位一尊，这个定位一尊这个事情，可能这个一尊也没有那么牢固。台湾16日才与所罗门群岛断交，今天外交部长吴钊燮又宣布与另一个太平洋友邦基里巴斯终止外交关系。综合媒体报道，吴钊燮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对基里巴斯不顾多年台湾政府多方协助及情谊感到遗憾，并强烈谴责，宣布即日起全面停止双边合作计划，并立即撤离驻基里巴斯大使馆、技术团，要求基里巴斯立即撤离其政府驻台人员。过去一周内，台湾接连失去两个太平洋友邦。在基里巴斯与台湾断交后，台湾邦交国数量降至15个，太平洋友邦目前仅剩帛琉、诺鲁、土瓦鲁、马绍尔群岛。吴钊燮表示，基里巴斯最近提出希望台湾以援赠的方式协助购买民航机，但因为不符合政府的援助做法，所以建议采行商业优惠贷款方式。不过有消息指出，中国近年一直借由商业投资渗透基里巴斯，也承诺协助该国采购商用机。台湾外交部发声明指出，中国政府接续策动我国友邦与台湾断交，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借此打压并限缩台湾的国际空间，逼迫台湾人民接受一国两制。另一方面，中央社报道指出，根据情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因应10月将召开的中共四中全会，将主导预算无上限的台湾借选计划，目的就是要在各层面全面打压台湾，借此缓解他在党内遭问责的沉重压力，而强势挖角台湾的邦交国即为其中一个环节。之前采取的停止办理赴台观光团也是举措之一，下一步更可能逐步提高对台的军事威吓。台湾总统府发言人丁允恭受访时也强调，中国干预台湾选举的意图确实相当明显。他同时谈到，这不仅是台籍两国邦谊的破坏，更是对印太地区整体和平稳定的打击，相信国际自由民主阵营均无法接受。还要来关心美中两大强国的角力。美国助理司法部长德梅斯19日表示，中国已成为美国的头号情报威胁。苹果日报报道，主导国家安全事务的德梅斯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访问时提到，中国情报员透过网络接触大量的美国人，包含学生、研究员、商业内幕消息人士等，接着投其所好，逐步卸下对方心防，并招揽他们进行情报工作。近一年来，就有3名美国前情报人员因此被判刑。德梅斯形容，中国已经是美国的头号情报威胁，从飞机引擎技术到食物罐头无毒内膜，情报搜集的内容范围相当广。对此，美国司法部花了不少精力研究，但这也导致美籍的华裔社区担心华人会被执法者贴上标签。德梅斯承认这是个合理的忧虑，但强调当局只会以可疑行为做起点做出调查，不会针对个人的国籍或族裔。日前，加拿大宣布委任资深经济专家鲍达明担任驻华大使。由于鲍达明曾任职的多个机构都与中国有密切关系，引发外界担忧。不过，加国外交部长方慧兰称，鲍达明的任命经认真审查，确保不会产生利益冲突。
报道指，曾在中国国有企业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咨询委员会任职，亦曾是北京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加拿大亚太基金会董事，这些机构都曾经支持扩展与中国的贸易。除此之外，19日又有报道指出，他最近与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黑石集团亚太区业务负责人白金汉结婚，引起前大使和民主监督机构的担忧，担心他在个人利益与公共角色之间出现冲突。星岛日报报道，根据佛罗里达州的公开记录，鲍大明于2019年1月12日在该州与白金汉结婚，他是黑石集团中国投资策略的主要推动者，以香港为工作基地。黑石集团一位发言人称，白金汉和鲍达明各有自己的独立工作，鲍达明没有参与黑石集团的业务，并表示集团拥有严格的政策与程序，确保公司的业务按照最高标准运作。加拿大环球事务发言人巴布科克则拒绝回答有关鲍达明婚姻的问题，相关审查只会确保鲍达明是否遵守加拿大利益冲突法的规定，不会把私生活与其职务混淆。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普则认为，鲍达明的婚姻确实是个问题，但加拿大政府不能强迫白金汉女士辞去工作，只要黑石集团与加拿大政府之间没有牵涉大量业务，尽管应该仔细检查鲍达明的婚姻，但应该不会构成特别大的问题。中国即将迎来十一国庆，不仅北京的安检滴水不漏，就连虚拟空间的互联网也是维稳的一大重点。联合早报报道，中国工信部新闻发言人文库今天在被问到国庆前是否将收紧网络控制、加强管控相关 VPN 工具时表示，外贸企业、跨国公司因自己办公的需要，用专线的方式开展跨境联网时，可经批准租用、合法使用受到法律的保护。尽管官方做出保证，但 TVBS 报道，为了采访中国十一国庆而被派往北京的香港媒体，使用 VPN 翻墙功能搜寻自家公司的网页或者是中国以外的网站时，通通无法浏览，包括电脑、手机都是一样。那么十一国庆加强网络管控究竟到了什么地步呢？看看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抱怨就知道。他之前在微博发牢骚表示，国庆日快到了，上外网极其艰难，连环球时报的工作都受了影响。他个人认为这有些过了，提点意见，希望得到聆听。他还表示，相信群众很重要，中国人民绝大多数都爱国爱党，有强大的政治分辨力。他建议政府还是要在社会跟外网之间多留些缝隙，这将有利于中国舆论场域的成熟跟国家利益。基里巴斯2003年弃中国与台湾建交，尽管没有公开说法，但当时外界都在猜测是美中两国在印太军事战略上的角力所致。自由电子报报道，基里巴斯2003年时以总统汤安诺认为应该跟全球建立友谊，所以决定跟台湾建交，但台面下的原因却引发诸多揣测。报道指出，中国在1996年该国设置塔拉瓦岛卫星站，一方面追踪中国发射太空船，同时也是为了监测美军在马绍尔群岛的瓜加林环礁所设置的雷根飞弹测试场活动。此外，也有消息指出，基里巴斯当年与台湾建交时，中国并未立即与其断交，目的就是为了清空卫星站的各项资料。如今，基里巴斯选择重新跟中国建交，也严重影响并威胁美国在印太战区的布局以及防御规划。传许家印被边控。近日网传中国大陆的知名房地产商广州恒大集团的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被中共官方边控的消息，而这与不久之前香港富豪李嘉诚被中共党媒狠批，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被退休似乎不无关联。这一系列中共指向陆港富豪的行动，让这些富豪们不仅仅是感到寒意袭身，而是寒意彻骨。有报道说，事实上早在2017年的2月，明天系的掌门人曾庆红家族的白手套肖建华被曝光接受调查之后，许家印就被传出了被列为了新一波的反贪腐的重点调查名单之中。
但是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的消息说，在意大利当地时间的9月16号的下午，恒大集团的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一行来到了总部位于意大利都灵的世界汽车设计巨头宾尼法利纳集团，实地考察了恒驰新型汽车的设计进展，并且与宾法董事局的主席、总裁等高管举行了会谈和交流。另外，根据中国媒体新浪网的消息说，在9月17号的上午，许家印一行又马不停蹄地考察了总部位于米兰的马瑞利集团，与马瑞利集团的全球首席运营官等高管举行了深入的会谈。二马被处理，习近平对民企进入实控阶段。马云从阿里巴巴集团退休仅10日之后，另外一个互联网巨头腾讯的马化腾也卸任了腾讯的征信法人。业内指示官方全面接管垄断信贷资料，也标志着习近平对民企进入了实际控制的阶段。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最新的工商资讯显示，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腾讯征信法人的马化腾，已经不再是腾讯旗下掌握大量客户信贷资料的腾讯征信的法人，并且卸任了执行董事，而现任的董事长、法人代表由腾讯的副总裁林海峰接任，郑浩则担任了腾讯征信总经理。而令人关注的是，马化腾作为最终受益人的腾讯征信与刚刚退休的阿里巴巴的董事局主席马云的蚂蚁金服旗下的芝麻信用，因掌控了中国社会最为庞大的个人金融资讯，引发了官方管理机构的不安，并且直接导致了央行在一年之前强势的介入，成立了以官方持股36%、八家民间个人征信公司各持股8%的百行征信。报道说，早前一直有消息说，因技术和管理的能力滞后，官方的百行征信成立之后处境尴尬。具有绝对优势的马云的芝麻信用和马化腾的腾讯征信，无意分享掌握的客户的资讯。而这一次的二马的遭遇，被外界解读为习近平直接的向互联网巨头摊牌。有媒体人形容为卸磨杀马，江山传奇。另外，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说，二马的结局显示出了官方对于民营资本家和工商界的改造企图，且直接的落手。另外，这位人士也同时指出，中国官方全面介入民企在几年前已经开始了。在中国股灾之后，官方就通过了国有银行实际接管了很多的民营上市公司，将他们变成实质性的国资企业。另外，有中国的前财经记者就指出，官方一定会将金融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并且从吴晓辉到马云再到马化腾，无论是官方为掌控金融还是内部的利益争夺，都会在大型民企内出现越来越多的变革。报道说，据悉在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之后，腾讯方面公开的回应说，法人变更属于公司内部的治理范畴，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没有关系。但是否遭到了官方强逼的说法，至今也没有提及。报道说，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强推国企和民企的混改，其中将大批运营困难的国企推给民资来接盘，并让国企介入收益高的大型民企。此外，一些高级别的官员也被派到了大型的民企担任党委书记，同时也有一批民企的老板遭到了整肃。